你只口吐白沫和其他病人症状不同啊！得先把病情稳住，用龙香散胜错一剂水一中，先八分，快去！皇城内的人不受斗毒之苦，而皇城外的人却生死难料。我娘说她能保平安，送给你，你有了新药便给我吃，我不怕的。事到成功，就天下苍生。我来石洞，小姐，吃饭了不可。这个事情我已做了决定。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的身份？我不知道陆大人何人。 你可以骗过别人，但你骗不了我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再给君九鼎最后期限，7日一到，只等该怎么做？他肯把众多的法子让给我们吗？他不过寻常女子，他也没有胆子在陛下面前说不。 你进宫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回京是为了复仇，为了九灵公主，为了我父亲。智斗之法，乃你所创，当局首。此番智斗成功，全因天时地利人和。小小年纪，却不居功自傲，可真是不简单呐，陛下。 这会众斗之人为数不多，那你有何提议啊？臣以为此事可交由太医院来负责。民女不赞成。